泰民来了，泰民来了。看到了吗？看到了吗？李泰民来了，他现在在和国外的一个设计师在打招呼，他们在合影。你们的侧脸，天哪！对，他现在在合影。对，泰民宝宝的侧脸，哦，泰民宝宝的对脸。Hello， 泰民 ，Hello。刚刚主播在叫他，他又跟大家打招呼，大家有没有看到？只有泰民来了，其他的人还没有过来。泰民欧巴现在已经坐在这里了，泰民欧巴已经坐在这边了。对，因为现场很嘈杂，所以听不到泰民的声音，但是大家刚刚泰民有给大家打招呼，如果大家看到回放的分享的话，可以看到那历史性的一刻。韩语主播不会 ，sorry。现在的话，因为还没有办法采访，哦，他不会走秀，他会全程看秀。我们在意大利米兰，对，我只会说康萨米达。泰民他自己应该会有翻译啦。现在在场的工作人员非常想和他合影。
好，现在主播正在他的正对面。没有办法。好，为了占一个好位置，主播要站到后面去。看到了吗？看到了吗？他应该不太清楚现在在我们跟他直播，但是他刚刚有跟大家打招呼，大家可以看回放。他知道，他知道我们在拍他，对，是有点远。但是没办法，没有办法放大。对，应该吧，他应该以为我是他的粉丝，但是主播真的是他的粉丝，他一定会知道，他一定会知道大家在等他。他没有办法拿手机，侧面没有办法，因为秀场有秀场内的规定，秀场的规定很严，他不会让你拍照的。他不会让我们过去拍照。走前去是可以啦，但是如果走到前面去，一会儿主播就找不到好的位置，全程给大家拍他的正面了。所以大家要想说，主播是现在过去呢，失去这个位置，还是说你们真的很想看他的正脸？合照应该不太可以，调焦不可以。主播尝试去找一个比较好的位置哈。这样大家似乎看是不太清楚。不好意思 sorry 这样怎么样？这样的效果会不会比刚才有好一点？本人超级帅，辛苦不辛苦？你是说前面人的帽子吗？主播会挨打吧，如果把前面人的帽子拿掉的话。我不是泰民的工作人员，这里是搜狐时尚独家合作美拍娱乐直播，
主播是搜狐时尚。权志龙不在啊，这场秀只有李泰民 Shiny 的李泰民，非常帅非常帅的李泰民。中国明星大家可以期待一下，米兰时间下午我们会直播中国明星，是谁呢？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哦，只喜欢李泰民 ，yes。姐姐是李泰民的fan，哦，姐姐，天哪！我们这边现在是上午的10:30左右。秀后应该没有时间帮大家要签名哦，秀已经开始了。哦，是吗？因为主播已经直播好几场秀了，现在的嗓子应该是哑哑的。泰民现在在认真的看秀，乖乖的坐在那里。对，这个是在工厂里面，然后一会儿下午的 GUCCI 的大秀也会在这里举行。李泰民这场秀只有 Shiny 组合的李泰民，是品牌邀请他过来的。泰民不会走秀，他只会全程看秀。大家是想要一直看泰民，还是说想看一下秀场 model 的走秀呢？好好好，既然大家都想看他，那就一直看他。这是 Diesel 品牌 Diesel。都没有办法拉近 ，sorry。现场还好，现场没有很热。我把手伸到前面的话会挡到前面人的视线的。谢谢亲爱的，终于有人心疼主播了，天哪，我的手都抖了。
播就在拿着自拍杆，哦天哪，那个摄影大师为什么？主播现在充一下电 ，sorry， 可能会有点晃。没有办法换手，换手大家就看不到了。为了泰民的饭，主播拼了。对呀，因为，真的国外人长得都太大只，把我们泰民宝宝就挤在了一个小小的位置上。但是还好，因为泰民宝宝够瘦。现在人数是7000人，7000人，等秀结束之后，不知道会达到10000人呢。一会儿主播会采访 Dizzle 的设计总监，但泰民欧巴不知道会不会采访得到。放在旁边，放在前面人的头顶上吗？主播一会儿会努力的试试看啊。哦，现在 model 应该开始谢幕了。 model 谢幕。这一季 Dizzle 的秀很好看，真的有重播，一会儿主播会分享重播在搜狐时尚美拍官方账号上，大家可以来看。对，高大帅气，高大帅气，和大只应该差不多了。好吧，现在此家真真在针对主播说外国人大太大只。泰民没有表演，泰民没走秀，结束了，结束了，主播要冲上去了。泰民，好吧，主播只能做到这一步了。现在主播离泰民超级近，天哪！不会不懂英语啦 ，Hello 应该会听懂啦。对呀，其实是
对，你说对了，有点小害羞，因为他实在是太帅了。Santa Monica。Sorry， 现在太没有吧，需要去一次卫生间。那主播现在在门口等着他。冲上去疯了吗？他现在在化妆室了，他要去卫生间。真的快一万了。对，主播有拿搜狐时尚的牌子。等一下，主播要工作一下下。太明让拍吗？泰民现在在上卫生间，我们需要等一下，稍微等一等。主播怎么去？人家在卫生间。女汉子也不能在眼里吧。主播问问看。泰民出来了。好。那个，哎，操，翻译了。问一下，让他看着咱们是怎么说，然后做几个那个表情，然后就是做表做回。回了我之后，我们要做这个的。哎，你好，亲爱的，那个这个。Can you please control the magazine? Yeah, there's so weird. So just the six media. Okay. 这里。先再来，好吧 ？Okay, so.可以采访对吗？可以采访，好，谢谢。麦牌给我。啊，匿名 or Evan, can we do this slide? 可以吗？来问一下那个，这边是我们的一个。We're gonna do it in slide. Crowded here. 你好。那个采访在里面做。嗯，我们拍照片就行了，是吧？简练。
小彤，你的移动数据线借我。我们还要跟着充充电线。就被拦下了，现在就。搜狐时尚。哦，也。搜狐。Yes. OK. 您跟他说一下，这边是所有的中国的粉丝正在直播，让他能不能和大家好，我是泰明。嗨，那跟我们分享一下，刚刚看了2017第一座春夏大秀，你有什么想法？有他印象最深的一个 look 来和我们分享一下他非常喜欢的 look。那第几次来到米兰？他对米兰的这座城市感觉怎么样？行程好，那能不能让他最后招呼，打个招呼，跟大家打个招呼。Hello， 谢谢。Thank you。OK， 那我们 ，Thank you。那我们现在的话，直播基本上这一次的事后的话，如果大家没有听清楚泰明欧巴的一个采访的话，有重播，而且之后搜狐时尚会。之后搜狐时尚会在我们的网站、我们的一个专题页，还有搜狐的一个移动端都会有这一次采访的一个文字稿会推出来，所以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搜狐网。那很抱歉啦，主播这一次的直播要结束了。然后这是搜狐时尚独家合作美拍娱乐直播，我们现在的米兰直播泰明欧巴的一个 Dizzo 大秀的一个盛况。之后主播会把直播结束，拜拜。